KPL 转会七吃瓜，云离春季赛下放 K 甲 ，KSG 对金羽势在必得，小红对百兽兴趣很大，月光直播连放大瓜 ，AG 希望补强辅助 ，MTG 九凡成为备选。就在2023 KPL 转会期竞价第一天，百兽金羽最终会花落谁家，成为了无数吃瓜群众的关注焦点。而就在1月13日下午，月光突发动态表示会爆料大瓜，引发了吃瓜群众们的关注。月光直言自己是良心瓜农，本次吃瓜聊天与哄抬物价无关，现在市面上所有的小道消息都是假瓜，一切转会瓜要等到15号才有实锤的能力。开播之后，月光直奔主题开始放瓜，放的第一个重磅级大瓜就是 AG 天才中单云离，春季赛会和之前极光一样去 K 甲历练一番。云离这个点，春季赛大概率还是要跟之前极光一样，能明白吗兄弟们？明不明白？为什么要跟极光一样呢？因为要积攒经验，并且要熟悉赛场，懂不懂？ AG 在本次转会期重点补强中边锋，围绕野兽重新建队，有奶茶包教练的加盟还能兜住 AG 的下限，这也可以看得出管理层想要好成绩的决心。 AG 对百兽的兴趣很大，资金也准备齐全，但是管理层也有一个心理预算，如果压力太大的话会选择备选方案，就是之前试训的秦川。网传秦川挂牌价高达650万，很快就遭到老板的辟谣。按照老板的说法，秦川的价格会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低价，由此可见百兽对于 AG 来说也不是非买不可。如果百兽价格太高，会用备选方案买下性价比更高的秦川，待到五月份二队的宝宝所渲染出山，可以彻底解决 AG 边路是短板的难题。另外月光还谈到了狼队金羽，金羽成为 KSG 的唯一目标，结合最近几天训练赛的情况，金羽第二次到 KSG 俱乐部试训，可以看出 KSG 对于金羽的决心到底有多大。最后还放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瓜， AG 对 MTG 辅助九凡也很感兴趣，结合奶茶宝教练是从 MTG 离职过来，真实性很大。不过最近艾斯在直播间说巅峰赛有要求，很多人猜测艾斯是否和 AG 已经续约了，艾斯如果续约后， AG 的辅助真的可以打麻将了。